里应该就是我们和新海相约见面的地方了。旅行者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上次来海奇岛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路过这里，当时你还当上了剑鱼二番队的队长。不知道过了这么久，反抗军的士兵们还记不记得你？海奇岛上应该也有很多变化吧，不如我们先去附近转转如何？敌众我寡，寻求突破；敌寡我众，务求全胜。临海之道，必有运船，焚船而战，可得全功。我郎大人，有结论了吗？根据珊瑚宫大人留下的锦囊，可以推断出鱼人众必定有船停泊在附近，所以才如此嚣张。我们可以分成两队，一队吸引他们的注意，另一队绕后烧掉他们的船，这样他们就逃不掉了。但珊瑚宫大人也说，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分兵，否则很容易被各个击破，导致全线崩溃。要不我回去求援？恐怕来不及，看他们的动向，应该是准备离开了。珊瑚宫大人的锦囊里还写了，设伏于野，不可妄动。既然这次兵力不够，就只能暂时放弃了。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家伙离开吗？我不甘心。其实珊瑚宫大人的锦囊里还有一句，山穷水尽，或有援军。不过我没懂，援军指的是……五郎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呀？队长，你回海奇岛了。太好了，珊瑚宫大人的锦囊果然没错，你来得正好。最近鱼人众残党异常活跃，这次我们察觉到了他们的动向，提前埋伏在这里。可惜我们人数不够，无法做到兵分两路，能拜托你帮忙牵制一下吗？好吧，说不定鱼人众又要干什么坏事，我们也不能放任不管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带人绕后烧毁他们的船，之后回来与你会合，务必小心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看来反抗军的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呢，我们也帮他们好好解决一下眼前的麻烦吧。现身吧，求饶吧！粉化！一决胜负！黑之翼，停断昼夜。小姐，粉化！双花月，结霜，破碎，飞影，风之神，请指引我们。军兵，断绝深仇，结霜，
加快脚步。哼，粉化。绝胜步，天雷古音，好，以剑为师，一绝胜步，求饶吧，好，结霜。幸亏你在这里，不然还真让他们给逃掉了。你手里的就是新海的锦囊吗？让我看看。哇，好厚，这么厚一本都是吗？其实这只是一部分，我身上还有五本来着。这么多？珊瑚宫大人向来算无一策，这些又是常备锦囊，难免数量会多一些。不过也多亏了这些锦囊，我们才能够应对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。这么多锦囊，新海要写多久啊？每一种情况都要考虑，想想就让人头疼。队长，你这次回海祈祷会重新接手剑鱼二番队吗？我们大家都很想你。珊瑚宫大人说，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，军队的数量需要适当减少，帮助民众恢复生产。一半左右的士兵还维持着别动队的编制，支援各个小队。还有一半改为从事巡逻、建造、农耕之类的工作。前两天还听以前的同伴抱怨说，自己不想被分去造房子，想留在前线继续战斗。反抗军的大家还是老样子呢。对了，说起来是新海叫我们来参加青工会的。五郎，你知道新海在哪里吗？珊瑚宫大人的话，现在应该是在望龙村，听说那边出了点事情，
珊瑚宫大人应该会亲自过去处理，我们也该离开了。啊，另外，你可以关注一下路上的士兵们。最近我感觉不少士兵都有些浮躁，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不想跟我说。以前大家有什么烦恼都会告诉我，现在却躲躲藏藏的。我很担心他们会不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。是呀，我们也想和反抗军的士兵们聊聊呢。我们出发吧，旅行者。二番队的队长，我认得你，多亏了你，海奇岛才有现在的和平。我虽然不是剑鱼二番队的成员，但当初在他被杀的时候，我就见过你了。当时两军对垒，你在阵前比武中单挑好几个幕府武士，帅得不行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在所不辞。大家很浮躁啊，确实，我也感觉到了。可能是大家还没有从战争中走出来吧，那时候在战场上随时都可能牺牲，每个人都很紧张。突然战争结束了，才发现不知道要怎么回归正常的生活。我觉得没关系，过段时间说不定就好了。别的我也不知道了，不过有珊瑚宫大人在，海奇岛就不会有事，我们都深信这一点。现在你也回来了，这里就更安全了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感觉他很热情呢，我们再去问问下一个人吧。啊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和平，哎，最棒了。啊，你看上去有点眼熟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来着。想不起来了。但你应该不是敌人。有什么事吗？你说大家有些浮躁？有吗？我没感觉到啊。可能是因为我平时不喜欢跟别人聊天吧。在我眼里，他们一直都很闹腾。来之不易的和平，必须要好好享受才行。在这里晒晒太阳，吹吹海风，啊，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了。啊，抱歉啊，我也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。不过你可以问珊瑚宫大人，珊瑚宫大人什么都懂的。他快要睡着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，去问问下一个人吧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别打扰我休息。珊瑚宫大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怎么能同意和谈呢？是啊，天岭风行那些家伙根本不值得相信。我还听说天岭风行的人秘密勾结愚人众，打算继续对我们开战呢。真的假的？消息可靠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们的人与愚人众交手，正好撞见了他们正在密谋这件事。我就知道，天岭风行那帮家伙贼心不死，珊瑚宫大人还是有点天真。怎么能轻易相信他们呢？嘘，小点声，有人来了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队长，你回来了。我说，刚刚的事情能跟队长说吗？还是不要吧，他也是珊瑚宫大人提拔起来的，说不定也主张和谈。队长应该理解我们吧？哎，
不过小心一点也有道理。欢迎队长回海奇岛，我们这边没什么事儿，一切安好。珊瑚宫大人现在应该在村庄里，队长大人可以直接过去。总觉得他们好像在聊什么秘密的事情，不过既然他们不肯说，我们还是先去村子里看看吧。报告队长，一切安好。找珊瑚宫大人的话，他现在应该在村子里。说，你是不是偷偷把从海奇岛采购的货物运送给天岭奉行了？我早就觉得你一个天岭奉行的商人来海奇岛做生意不正常，这一次你总没话说了吧？冤枉啊！还说冤枉？当时我们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海奇岛做生意。带走，带走。请等一下，新海，你来啦！这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快来看看吧。报告珊瑚宫大人，这个商人行迹可疑，被我们抓到了。据我们观察，他长期只买不卖，身边却一点货物都没有，很可能是偷偷运到天岭奉行去了。啊，我没有，我……好了，各位不要激动，放松放松，跟我一起做个深呼吸。有好一些吗？松田、内村，我知道你们很担心海奇岛的安全，但是先不管这位商人先生有没有犯错，我们至少要给他解释的权利。有错自然应该接受惩罚，无错也不应该被随意冤枉。海奇岛上办事靠的是事实，而非主观判断。商人先生，既然我的部下提出了货物的问题，不妨请你解释一下，由我来做个评断如何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在海奇岛经商，当然也积累下来了一批货物，本来想囤久一点，等下次涨价的时候卖出，却没想到被鱼人众给打劫了。我容易吗？风里来雨里去的，货被抢了还要被你们盘问。哼，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那也不能证明他的货就是被鱼人众拿走的呀。再说了，天岭奉行和鱼人众还有勾结呢，你的货给鱼人众和给天岭奉行有什么区别啊？天岭奉行勾结鱼人众，这是哪来的消息？我完全不知道。再说就算他们有勾结也不关我的事吧。战争都已经结束了，天岭奉行还会继续勾结鱼人众吗？我觉得不像呀。不久之前我们还见了九条家的明代，现在的他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吧。不过刚刚来的路上，那些士兵好像也在讨论这件事。星海，你知道什么吗？确实听到了这样的汇报，再过不久就是我们与天岭奉行之间的和谈了。这次和谈是神里家组织的，选在一个中立地点举办。我和九条沙罗会各带一些侍卫，好好商讨一下关于未来的计划。但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，我却听到一些传闻，九条家与鱼人众很可能还存在勾结，他们想彻底覆灭海奇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和谈就可能是陷阱，甚至连神里家都可能参与其中。这位商人先生，你确定你的货物是被鱼人众劫走的吗？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。鱼人众抢了我的货物就往那边跑了，他们很可能在那边有秘密基地。那好，事关重大，不如我们帮你把货物找回来，如果一切顺利，自然可以还你清白。但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证明鱼人众和天岭奉行有所勾结的话，还希望你配合我们调查，这样如何？我没意见，多谢珊瑚宫大人出手相帮。松田、内村，你们呢？全听珊瑚宫大人吩咐。那就好。旅行者，剑鱼小队二番队队长，能请你和我一起调查此事吗？
就让我看看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新的成长，我也会教你一些我擅长的东西，跟我来吧。如果能在愚人众手里找到货物的话，应该就能证明那位商人的清白了吧。还有那个愚人众勾结天岭风行的传闻，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的调查一下才行。老实点，别东张西望的。哼，等珊瑚宫大人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我一定。老实点，别东张西望的。哼，等珊瑚宫大人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我一定。